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，现在有个圆呐，它通过这三点呐，那要求什么呢？这个圆的圆心坐标啊，还有它的半径，我看等于多少？啊，这怎么做哈？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假设哈，这是 A 点哈 ，A 是这个一跟负一啊，啊这是 B，B 的话叫二二。啊 ，C 的话呢，叫多少呢？负一三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哈，假设它圆心的坐标哈，圆心的坐标实际上就是 Y 心呐，是 SY 好了。那么 SY 有什么特性哈？它到达三点的距离都一样，也就是说哈，圆心坐标跟这个距离，跟这个距离的平方哈，我现在取平方叫 X 减一哈的平方了，加上多少呢？y 减负一就 y 加一平方了哈，这是等于半径的平方，啊也会等于啊这个的距离的平方了 ，x 减二的平方加上 y 减二的平方，啊也会等于多少？这两点之间距离的平方 ，x 加一啊平方加 y 减三的平方。啊，这个是等于 r 平方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我可以建立两个方程式了，就这一个等于这个哈，可以建立方程式，上次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呢？一条直线，等于是中垂线了，就是说哈，这个动点哈，到达这两点之间距离哈，把它连起来，事实上是中垂线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等于这个，你把它解出来是一条直线。这条直线事实上是 AC 的中垂线，好，那这怎么解？这 S 平方可以消掉了 ，Y 平方可以消掉，所以剩下一次式。一次式的话哈，我就把一次式把它移过来。这里有 2AB 嘛，这是负四，不是一个正四，正四减二，哦，就四减二哈，等于 2X 了。它这里哈有负四 Y， 负四 Y 移过来。四加二六，六 y， 啊等于多少？我把这一加一二哈移过来，这里多少呢？这里是，这是四啊哈加四，啊减多少？减这个是二，所以这是六，八减二六，然后另外的话哈，另外的话就是说，我就这两个好了。这两个的话哈，我现在什么呢？现在把这个哈，把它给移过来，这就二 x， 二 x 哈加上多少呢？四 x， 所以这是六 x， 啊加多少呢？加这个是我的话是把它移过来，把这移过来，移过来的话多少呢？这是负六，负六的话哈，减掉多少呢？这移过来变正的，二的四加四，所以是负二，负二 y， 啊等于多少呢？我把这个常数移过来，常数移过来就是四加四，减这里是一，再减掉三三得九，所以的，这是负十加八是负二。这是负二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把它稍微呢简化一下，把它除以二 ，x 加上三 y 等于三，三 x 了哈，减 y 等于负一了。好，那 x 等于多少呢？可以带公式，我克拉玛法则，这个减这个多少？负一减九，负十啊。啊，分之这个减这个，这个是负三嘛，啊减掉负三就是加三，哎刚好等于零啊，所以 x 等于零，那 x 等于零的话，那 y 加 y 就是一了啦 ，y 等于一，也就是说哈，它圆心的位置在哪里呢？在这个零一的地方呢。好，那圆心的位置晓得以后，那我这个半径我就可以知道，我就随便带一个。带零一嘛，我再带零一啊，这一
啊，加多少？一平方加多少？这是零一，一减三是负二，负二平方是四嘛？啊，这是 r 平方，所以 r 平方等于五啦，等于五。好，那这样圆心坐标已经晓得了，哦，就是零一。好，那半径也晓得，半径是根号，哦，半径是根号，哦，半径是根号。它只要求什么呢？求半径跟圆心啊，这样就求出来了。